市长，这个国民党的内参民调啊，传出要纳入这个耐打的这个考量。那市长，您觉得您耐打吗？我这一生当中，为了保家卫国，参与了无数次的枪战，走过枪林弹雨，面对所有的挑战，我毫无畏惧。市长，昨天郭董事长宣布参选，那市长是不是担心说民进党可能在此时见缝插针，是营造郭侯争或是类出选的一个状况？国家在这个时间里面，国际、国内面对了很多的困境跟挑战。身为每一个人，永远要记得，国家、人民是我们一生中的贤念。我们一定要为国为民，团结所有人。国家跟人民远超过党派，更超过个人，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来守护我们中华民国爱咱台湾这个土地能够和平永续繁荣安定的走下去。那您觉得您跟郭台铭谁比较耐打？我非常谢谢大家都想为国家努力做事，每一个人只要为国家做事，我们都会同心齐力。市长想问，想请教一下，会不会觉得昨天郭台铭董事长正式表态之后，会不会觉得郭台铭董事长是想要一个党内办一个正式的初选？然后还有侯市长，你是不是要更明显的表态来进军2024？每一个人只要永保守着国家，守着人民，倾听人民的声音，了解人民的问题，解决人民的痛苦，这是每一个为政者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未来会不会有跟郭台铭董事长合作的空间？那会不会担心未来如果没有合作，会变成割喉战这样？郭董事长在科技经济产业的过程当中的表现，我相信人民都非常给予肯定。只要大家都是只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哎，那怎么看那个卖菜会？市长怎么看卖菜会？市长现在传出这个副官级有帮助郭台铭吗？卖菜会。中华民国乐于跟全世界的国际友人交朋友，在彼此之间的良善、尊重、互动底下，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爱好的追求价值跟精神。好，谢谢。让拥有这样一个精神，让全世界跨到咱台湾，这是咱每一个人该做的事。像现在传说郭台铭背后有傅昆萁帮助，会不会担心他们是要联手卡？每一个人只要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大家拢团结，任何事只有国家、人民超过政党和超过个人，这是我一生当中很清楚的观念。好好的为国家来守护，为台湾这块土地来拍拼。